内地剧《忍能》日前开机，由香港监制戚其义担任导演，有份参演嘅演员包括出炉视帝谭俊彦、内地女星秦岚，同埋凭华灯初上人气急升嘅杨谨华。另外，无线花旦黄志文亦都有出现喺演员名单上面，网友都觉得好出奇。据知制作单位曾经多次修改演员嘅名单，喺内地人气高企嘅高海玲、高凌。本身佢都有份参演，但係年尾约满无线嘅佢已经放声气话拒绝续约，人呢亦都跟随黄祖蓝不想搵真银，所以无线亦都将高凌今次拍劇嘅机会一刀切，即使明知佢喺内地都唔肯放人，宁愿安排拍緊新劇《隐瞒》嘅志文顶上。隐瞒目前拍摄得如火如荼，而家志文要临时被抽走离开香港，预计最快都要六月先返到嚟，但係无线仍然坚持话连日嚟先拍志文嘅戏份，剩返嚟嘅戏份就留返佢迟啲返香港再嚟补拍。我哋就呢件事就联络身喺内地嘅高凌，佢表示话自己咩都唔知，不过呢就信一切都会系最好嘅安排。而志文对于执疑摊又要临时临急不上，佢就淨係简单回应话相关嘅嘢都系交返俾公司安排咁话。